60岁马来西亚女星杨紫琼日前以奇异女侠挽救宇宙，夺得第95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。原本关继威的角色是武打巨星成龙来演，但被成龙拒绝了。杨紫琼和成龙1992年曾经合作《警察故事3》，关系极好。杨紫琼从来不怕身为大哥的成龙，他曾在97年时受访透露，成龙在拍戏时打闹讲话，女人就应该留在厨房入面煮饭洗衫。杨紫琼不客气直接反击，你就想，成龙都笑应，除了杨紫琼。杨紫琼受访时曾经直接讲，成龙就是一只大男人主义的杀猪，笑话即使在他面前都够胆这样讲，因为我是少数令他心服口服的人，他知道我真的会够胆踢他的屁屁。